好，来玩这一款吧，《江湖路》这个 demo 的试玩。这一款有点像是在经营一个门派了。好了，直接开始。然后一开始他要选择你创建门派的地方，就是门派会有一些特产的资源，然后每个地方都不一样，他有稍微跟你介绍说，比如说稀有的药材或是矿物这样子，所以大概可以知道有哪些资源，那就随便选个地方吧。然后先创建你的门派名称，然后可以选择你的掌门属性，就是投资，你可以用预设，也可以比较强。然后你可以先编辑你的男女，然后头像是用骰的，没办法自选。然后你可以有分配的点数吧，比如说根骨物性影响的学习，还有就是兵器吧，你想用什么兵器会影响到你的这个伤害。然后预设它预设八种兵器吧，你选短剑哦，因为它只有短剑没有长剑。然后外攻看你要选啥招式，那招式有分兵器对应的技能，还有就是释放这个防御的就是增加对应武器的伤害跟增加对应武器的减伤这样。那外攻分为这些，然后一种是主动技嘛，对啊，我选的应该是这个吧，他有说短剑专用，然后内功吧，内功的话就是外攻也有增加对你的伤害，内功也有增加，比如说对武器的伤害，然后增加一些基础血量上限或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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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对抗什么减伤这样子，对，有很多，然后还有分什么阴阳这样，我选那个增加短剑的伤害是吧，然后再选你的特性，有点像被动技吧。被动技有分这个正常的能力加成跟这个同伴时，因为你可以带同伴，然后他如果是你的同伴时，可能会有附加这个效果这样。我学这个武学奇才都可以练到武学可以练到最高境界吧。然后我看一下，作为师傅的时候可以提升这个修炼武学的境界徒弟，然后因为剩四点，所以他不能再选那个八点的，他就变比较只能从比较次品的，我选那个小幅提升伤害好了。然后这个量比较弱一点的，他就有好跟坏，那坏的话就是你同伴死会比较皮那个弱，你也可以选择不要这样就无。然后选完之后你也可以选门派武学，门派武学就是算是你一开始万一什么跳过这个弟子也可以去帮他就是调整这样，你可以预设可以比较多，一次四个，不过你这个点数就会投资了。我选一男一女好，名字我就随便他，我就帮他大概分类一下，这个门派是走这个短兵流这样，然后把就是我把他的随便帮他选一下，实在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选弟子的根骨比较容易提升，还有一点帮他换一下。那怎么大部分都是作为师傅啊，但他又不是师傅，所以这样有些对他根本就没有啥用，那就这样吧，一点就浪费了。
然后再一个妹子的，像一男一女刚刚好。嗯，帮我选一下、喔。武学最高境界，但是初期这边有太多东西要调了，所以会比较花时间，这样吧。然后再就是你的武学，因为像这边是它是没有内功跟外功，要慢慢练，所以你可以选择一开始有预设的，或是之后去慢慢收集的。我帮他选一个短剑，然后再加身法的。然后这边也看你的起始资源要不要改，比如说或者是门派建设，因为如果你加的话，钱会预设比较多，然后库存资源会可能比较多，或者是你去跟门派之间的好感度会比较高，就看你要发展哪一个。我选各一点好了，这样就是稍微加一点，然后就可以开始了。然后他先选你预设的这个。存档进度，然后选好之后就可以开始。稍微介绍一下这个故事啊。他说这个江湖正邪两道自古纷争不断啊，然后无数江湖豪杰就是与枭雄死在这个统一江湖的道路之上。魔教圣的西域有什么望古楼？什么旷世奇才，而立之年便有武林两大宗师哦，的曲无成、武玄大师，然后身为三尊哦，他们创立的天元神教在西域是很少各大门派哦，很快的万国将他的江湖霸业滋染到这个中原的地区这样。天元神教之法尊者。啊、什么少什么哈什么少年大臣、哦、在万古楼的培养之下，武功深不可测、哦。他说来中原挑战，这个十场都未逢敌手。没过多久，中原门派相继被破，整个江湖人人自危。于是少林武当为首的中原正道联合起来哦，与天元神教进行对抗，相约太行山进行最终大战。但大战前，万古楼却无故失踪，一时间天元神教群龙无首，很快就被中原武林逼得节节败退，退回了这个西域，不久之后彻底瓦解。正当武林各界都赞叹着正道胜利之时、啊、武当掌门曲无成与少林住持玄古大师也相继退隐江湖，无人知晓缘由。但自此之后，江湖也算太平了十年了。由天元神教分裂出来的各派在西域迅速的壮大，苗疆、关外、江南地区门派开始兴盛。不难看得出来，江湖不久会再来迎来一次腥风血雨哦。也不知道谁可以再乘着这次江湖的浪潮，坐上这个武林至尊的宝座。嗯，就大概这样吧，它的剧情。就是有讲跟没讲一样，现在只开一个开头。叶远，恭喜你开立这个宗门了，虽然你们已经出师了，但我还是为此感到自豪。门派建设得稳步的发展，莫过求成哦，所以建议你先建造一个病房。西湖之人哪有不受伤的、哦？他可以治疗这样。是他一开始叫你盖一个病房这样，然后他给你介绍这个，你可以选择盖在这个亮点的地方，然后地块会随着门派的晋升而增加吧。部分建筑需要在有肥沃土地的或是矿石的地块上，然后切换改造界面后，也可以对原本的建筑进行升级或拆迁这样。那所谓的肥沃就是比如说这是石头，然后这是农田这样。所以你病房，然后他因为这个我有两个弟子一个主角，所以他原本的房间已经有三间。然后病房就是你可以看你要盖在哪，比如说我盖在这里，那就可以放置。那放置完他就算建设完成。
然后再我看一下啊、喔，吃饱没办法可吃不饱可没办法练武，那就说安排个弟子去耕作、啊、每六个月会产出一个产出粮食哦、喔，这样就可以确保门派弟子不会挨饿。然后门派可以建设农田、药田哦、喔，收获周期都不同。然后素材最多可以保持一年的量。然后单单植物每个月会有几率提升对应的能力，这样。所以像这个会有粮食，你就可以派这个看要派谁来。然后他没有说这个，我看一下、喔，他好像没有说就是对应的能力在哪。目前我是没看到，反正就随便拍一个，然后他就会地址就会去采集，每六个月收获哦。他有说啊，根骨了，所以你根骨越高的来这里比较这个采集越多。然后他说有空闲的时候可以去正殿派遣这个派遣，这样可以少量获得属性，也可以获得各种奖励哦。要发展宗门的话，就要适合的派遣。派遣不仅可以得到门派的名望点数啊，可以收获各种物资和弟子能力哦、喔。然后派遣会消耗对应的精力，这样。他说弟子的武力必须要至少四点，然后额外的话是弟子为大师兄或大师姐，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有加成。然后他会有一些奖励，就是石头，当你有达成的话，就可以再额外的奖励这个。像我应该是没有所谓大师兄吧，所以我就派这个，因为这个没有亮。如果派掌门也不会亮。然后他有什么阵法，然后我就可以确定安排好之后就可以进下一个月。他是算是推进式的啦，就是一回一回合这样，然后就可以下一回合。是否进入下一个月？二月。然后，因为派遣那个任务出去之后啊，就是派遣弟子去参与任务啊，会提升所有的声望，所以现在是默默无名。然后他会跟你结算一下，比如说，我们今天花了多少钱，吃了多少粮食，获得了什么东西，还有什么建设完成，然后他们提升了什么对应的属性这样。然后接下来右边就会说，哦，你好像可以去历练一下这个。最好先帮弟子装一下装备，比如说像我现在他这个装备啊只有三种，一种是兵器嘛，一种是护甲，然后护甲又有附带的效果，还有所谓对应的耐久度。然后暗器的话就是你也可以带一些道具吧，比如什么金钱镖之类的。那像这个物品补血单，你也可以帮他预设带多少个，然后还有就是锁住，就是代表还没解锁。好，那我就派我的掌门去参加任务吧。他说选择讨伐盗匪，但是我们这个是我们习武之人该做之事哦。然后他会先行一步，所以我准备跟我们会合。当有出现在大地图可以选择出发任务的时候、啊、可以点击，然后任务有分关键、紧急事件跟资源四种，然后如果没有任务也可以去采集探索这样。像这个现在只能派一个人去，所以可以选比如说派这一只我的角色吧，然后就可以出发。老李飞刀。那就是分这个建筑模式、门派技模式跟探索模式这样。那探索模式不是，它会有点像是到先到这个村庄吧，然后你可以跟这边聊聊天、买卖。像这个茶好像没有东西，你也可以跟他聊一下。问他说，像有遇到一个人说要不要用膳呢？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不理他。或是不聊他，或是可以跟他稍微互动一下，然后就会有所谓的，可能会有一些事件的发生这样。连喝茶的人都可以加个好感。然后这个是木头人，可以让你练一下。
现在目前是在桃花谷，然后目标是要去地宫，不过这边还可以先四处走走。然后这个就是算是我们的，不知道到底是我们的师傅还是谁的白壁朝凤。在去讨伐这个地宫之前，我们先温习一下基础功吧。他教你一些招式的运用，比如说攻击、闪避或者是防御这样。其实还没，根本没打多少，他就直接练习结束这样。然后场景有一些这个亮亮的可以采集，但是额外的这个互动吧。假天师，那是我印堂发黑啊，所以你可以要花200消灾，你可以拔出兵器，这个有点像是跟他抢劫吧。然后可能好感值会，那他会有正邪值，那你也可以就一样让他挂一下，让他算一下，或是不理他。就你有血光之灾哦，把这个符咒带在身上，无用的符咒。任务道具结算时会换成少量的金钱，就是他的任务道具有点像是副本的任务啊，跟在那个什么门派的仓库是不共通的。嗯，这边有一些奖励可以拿一下，然后他的战斗就是跳吧，那个操作了跳跟滚吧。四处找找，人还可以闲逛一下，东捡一下，西捡一下，也不是每个东西好像都可以砍吧，就是只有这个敌人吧还可以攻击。然后这里是一个客栈吧，旁边有个奇怪的乞丐啊，坐在那边很久。乞丐王掌柜，然后掌柜就真的可以买东西了，他有什么增加疾病啊，或者是什么精力啊，还有那个镇里道具这样。然后你也可以把刚刚那个身上有些东西可以卖给他这样。这个目前应该是不能住店吧，不过他这个有些这个地形还是可以进去，只可惜没有那个没有勇者的行为这样，所以那就是一个装饰而已。不过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他可以从一些比较高的地方直接跳下来。这边还有人呢。他要接受盘查哦，然后两个位置的结果，那就盘查吧。平安符，一定做什么坏事才去求平安符，快交银两，快滚！结果钱还没赚到，反而先被扣钱了。啥都没有就被扣了。那你也可以抢劫他之类的。然后预计要去的地方是在那个左上角。应该是不能攻击吧。现在目前看得出来，就是这个能采集就尽量采集，然后还有隐藏的宝箱呢。不断。它这个是锻造用的材料。就是整个场景你还可以就是逛仔细一点嘛，隐藏的道具说隐藏在那个边边角落，这当然是看运气了。不知道是不是固定还是随机的，有可能是固定的吧，猜。然后上面这边还有一户人家，镖师送镖可以去那个找掌柜，掌柜负责。然后他这个不能转向，所以就变成你要自己看地图那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好像镖师没有东西可以捡，有点可惜。就是只有那个特别的宝箱你才能互动，没有那种就是说什么东西放在柜子上你可以直接点这样。我看一下这里，哦，这边没东西了，那就可以去地宫。它这有点像这个是村庄，还没进正式的副本吧。外面有点像探险了。然后还有什么矿石哦，这个就要连点好几次了。OK， 接下来就是实际的讨伐。那接下来就战斗了，因为我们是来入侵别人的，因为惊叹号，然后招式的释放吧，那个什么横扫千军其实也只是一个横扫，目前因为它的角度有不能转吧，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死角的问题，失明状态，然后一些物件可以破坏。像那个桌子你可以把它打烂，我是觉得它这个角度这个最容易卡到。喂，好像也不是每个都可以破坏，就那个桌子吧，拆桌子。然后招式释放的时候有一个口这个动作吧，还得抓一下那个释放的距离，然后那个他这个地牢的时候会有那个巡逻，刚刚可能不在这里，然后后来才走过来这样。生气不足，是指的是这个吧？这样是行动条吧？那可能要让他回复这样。嗯，其实基本上我不出手也可以，因为这家伙。他怕你打不赢吧，所以他塞了一只基本上只要靠他就可以过关的角色。那当然就是你什么都不动靠他也可以把他打完这样。又苏明。嗯，所以我要去的是先把这边打一打。这个好像不知道有没有经验值哎，我看不太出来，因为他也没有所谓的，看一下哦，嗯，现在可以开的是，他可以开势力，好像势力有分什么正道盟主跟魔道盟主，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哦，弟子啊，这个狮子一阶。这个只有他的经历的差别，然后我看一下详情啊，有喜欢的东西跟讨厌的关系图，所以目前看起来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经验值，只看到经历值，所以打这些小怪，这些小怪好像可能就是单纯刷宝吧。啊，他这个真气质有点像怒气质的概念，就是你要打人才会那个增加那个回复啊，那自然放着他是不会回的。接下来就这吧，中间这里。喂，右键是隔挡。喂，至少可以点这个远程。破招，直接挡下来。嗯，接着就是 BOSS 战了。红，不挡。结果因为这个队友太强，我根本啥都没做。然后他有给那个能力点数可以点，然后他有一些什么破衣吧。他有拿到三点能力点数，应该是
结算的时候点吧。哦，结果刚那应该可能只是一只小王之类的，我猜。哦，没有，这样就结束了。这边的贼匪逃房完毕哦。其实我近日收到的消息哦，这么两道都有不小的动作，我需要亲自去查明。然后他就要离开了。哦，原来他是我的师傅啊。那就保重吧。你已经出师了，不必叫我师傅了。况且，可能还会惹上许多事情呢，所以以师徒相称会给你们带不小的麻烦。然后就说你们在这边安心的发展门派吧。今日就在这边约定了，5年之后再回来。希望你们可以晋升门派，在江湖中站稳脚跟。然后就说我要启程了，5年后再见。5年后他就死了吧。然后胜利之后，他的意思是说，因为你要回去，所以要找那个驿站。这个道理说，如果自己去刷，应该会很辛苦。但是塞了一个高手在，所以轻松的打驿站。他这个能力值就是你去历练。可能不止历练什么，反正就是做什么事情，做对应的事直接提升对应的东西。然后如果去刷副本完成任务，就是让你自选增加这样。主要前两个是对应兵器，暗器是通用的，然后就是这个万境嘛，然后根骨加气血，然后内力加那个。哦，所以悟性是不能增加的。啊，悟性是初期的东西，可能要用别的方式去提升。所以你能自己提升只有5个属性这样。对，就这样。这样吗？不知道哎，看起来很想要做成类似那样吧。历练完成，名望增加，那提升了，现在等级，与叶远相约5年为限哦，晋升2流门派哦。认识了别派弟子或江湖人士，可以在弟子界面列表查看、送礼、提亲或招募。师傅已离开门派了，今后路我们得自己走。不过在左侧我们能看到这个师傅留下来的门派的目标，尽量把它完成吧。完成的话可以获得一些奖励，这样。哦，所以他每次，想一下，应该先建设。建设练武场，弟子习武，聚贤厅招募弟子。聚贤厅哦，应该我的这个盖下去，应该就塞爆了。聚贤厅，然后他这个要1个月的时间哦，所以他也不是立刻好，他要等一下。然后还有习武场。习武场就比较小了，我想一下哦，那就这样吧。闭关寺还有什么？看一下他还要盖什么，所以都要1个月才能完成。然后他这边有一些任务，就是比如说，这个都是一些事件啊，比如说什么人，要大闹派弟子去调息，然后一个宝剑那边动手，你要派人去等等等等的，但是基本上都其实只是一些奖励而已了，然后消耗那个精力，然后它会增加对你的根骨力道什么的，要没事做我就派遣嘛，然后这个可以2个人。2个人哦，一起赚，这样吧。
所以像我要等待的过程就等了，不能转向有点可惜，那就是一个面向这样。好，下一个月。然后完成练武场招贤聚贤厅了，期待市场有所丰盛，但是有些东西的价格上涨。我刚刚说聚贤厅建造完毕可以招募拜师的弟子啊，练武场招募完毕可以安排弟子去提升部分属性。那我这些当初学的这个秘籍，聚贤厅每个月列出想要拜入门派的、哦、门派名声越高，拜师的弟子资质就会越高。这样，我现在有三个人，看一下，武力六，身法，我还有铁剑呢，我只收这个资质要从哪里看呢、哦？看一下、哦，资质。是武力吗？还是我看看、啊，好像应该是武力吧。哦，那是只用心来成长，那都一样。但是这个妹子看起来比较厉害，而且还拿铁剑，我只收铁剑，所以我可以选特征或是性别，是收女的还是收男的？应该是没差吧。然后还有什么？只收妹子哦，那我已经有一个男的，难道你要把男的踢走吗？算了，留一个男的哦，那就收女的。然后他会问你要哪一种身法，然后你也可以要什么特别的属性，我就不要。可惜他不能要只有这个铁剑，那就这个吧。然后还要招募他，还要花钱。然后招募之后你也可以改名，比如说你可以改成你自己想要的这个名称，就随性吧，原名为了师兄这样。然后练武场可以提升部分的属性、哦、每个月弟子都会消耗精力来维持训练。那比如说我们要身法，可以先找他没有住所，来帮他盖了。比如说就提升固定的身法这样。好啊，然后因为新的地址，所以要帮他盖这个厢房。厢房也虽然变成要提早盖吧，然后他还可以改造，看一下。他可以帮他升级，但是需要一些那个建材。然后还有什么桃源记可以去历练带一个，所以那另外一个没有住所的只能先没有住所，不然怎么办呢？然后派他去历练一下吧。主要以身法为主，所以那这样一起去好了，快速添加，下个月再历练吧。添加 buff 类似吧，然后可以完成，先下一个月哦，五月唐氏征收，就是朝廷颁发，然后就只要你有这些东西，都要被征收一层这样，然后还有朝廷，有了这样子，然后他说解锁声望，就是还要到二流吧。然后还可以去招收哎、欸，我命意象是女的，怎么还有一个男的？所以还是有人把那个下面夹起来，这样假装是女的这样。然后，但是因为我想要收剑吧，所以对我来讲这些就不适合了。然后他厢房可以让弟子恢复，澄清的弟子会与配偶女弟子住在一起，会有所谓的配偶。然后你也可以改名，
所以他这个训练每一次都会持续进行。对，那我还可以继续盖别的，比如说像农田也可以多盖一下，到时候有多的地址就可以进行。然后还有什么闭关寺哦，闭关寺这个面向感觉好像没有影响，因为一格就对一个位置，所以它不管上跟下只是摆好看的，因为也没有，因为它前面就会留一条道路这样。哦，既然是这样的话，我看一下哦。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附魔都不一样，比如说一把铁剑好了，它可能会有什么重点的提升这样，所以就是有上面的伤害跟下面的附加属性。这样的话，所以我要帮他们去装备一下。妹子，你帮他选，比如说给他什么衣服，这个拿着一个拳头就代表已经有人持有了嘛。哦，暗器哦，大家都带一些暗器吧，每人身穿一些资源，到时候打起来才有用。其实我不懂是明明他暗器30个，然后给他带了之后啊，然后因为发为什么还是30个？就是他的算法应该是都有效，大家是吃同样的库存。我其实觉得很怪，因为我暗器只有38，然后每个人都可以来这样。接下来就去那个历练吧。所以我要，然后每个事件都不太一样。像我如果需要，比如说你想要哪一种图纸什么的残本，那我尽量找什么残本图纸去选。我应该会拼这个身法加这个根骨吧，加血的，所以这个就可以选。然后我因为我要去历练，所以我只能派一个人。然后接下来就是派那个自己，这个任务是，我看一下，那画面是不是挡住了？等一下，看看。山下传来速报，说这个村姑被押进这个山寨掳走了，希望可以去营救。然后结算时会得能力点数。然后这边还会跟他讲说特产有什么。好啊，交给我，朱方。这个赚这个点数比较赚吧，因为如果是跑任务都只有一点。然后一样还是这里，然后每次来都看到不同人。他邀请还可以切磋危险度哎。你是不切磋夜魂种无感，这是他的门派吗？看一下哦，所以这边做多少就可以聊一个，将对每个人都聊一下。然后还有什么切磋，找一个比较弱的来切磋一下，像这个邀请切磋，然后他会换到专属的场景。哦，怎么痛啊？哎，哦，哇，那格挡爆了！哇，人家都顺招我的，还没聚气，真的是肉爆了。被破防到不行哎、欸！对耶，这怎么那么被打到完全不能动？那个黄条就隔挡子啊！看来棍很强吧？那连段随便打一下就好几段。与门外，在门外与人切磋之后，可以选择击杀退方哦，反之也可以求饶。这根本不是切磋了吧？这根本不是切磋吧？
那根本就是杀人越货嘛。哪来的切磋？对啊，这应该是跟他讲说我可以杀你嘛，这样。他这个场景的资源是随机的，然后他的到可以拿东西是不一定，可是。就是那个特定的位置有特定，就是一定会有那个资源这样。我大概看得出来，有些武器特别强，像刚哎、欸、这啥，像那个棍吧，它随便一个攻击就连段。我那边剑来慢慢一刀一刀砍，对，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已经开始很偏心了。我还有那个连招式都还要这样子，那个很烂的动作。就是看似很帅气，实则没啥用这样。这个可以。他这边有说啦，如果你可以拔刀，不义之财，然后弟子正邪就会扣，或者是离开这样。你可以选正一正一邪，那你想要走邪派还是正的？那就邪派吧。道侠且慢，你什么都给你，不要伤我。所以想就那个。正负那个邪恶值就增加，然后这个就不义之财，就是你在结算的时候，他可能会给比较多吧。所以那个黄色那个刚战斗是那个，有像是那个叫那个，就是你的一个破防值吧。然后被打完的时候，你可能会中途停在那边不能动。对啊，是抢劫啊！这边都玩抢劫，这边有星号这是什么意思？这边有一个很奇怪的星号，精气。应该是一个地点吧。接下来就是这吧。桃园村村长说。你们两个没有用的东西怎么让这个翠花被山贼掳走？那平常我都白练。他说那个山贼实在太强。他就问说：“这位小友莫非是这个门派的谁谁谁？”我跟他讲说：“你想的是对的，希望这个，让这个两个帮你带路啊，去这个可以帮助你，这样就是带两个一起去救人，所以我就获得两个随从。目前看起来这捡了一堆材料，目前因为功能还没开，不能锻造，不能炼丹之类的，什么都还不行，落药了。路上。”这是那时候打我的那一位啊，跟他切磋就被那个打爆了。这次是这里啊，这原本门是关起来的，然后现在开了。他这个村庄啊是通用的，不管好像门派不管在哪，都是桃园村跟着你。在山寨或地宫寻找关押的牢笼，将人救出来，然后再送到路口，这样，所以不是要打死 BOSS， 他们都不会自己主动积极攻击了，这样有点，我要指挥他吗？因为这个门就是漏盾吧，我看一下操作，这太蠢了吧。弟子清单，算了，这两个我先让小鹿用。然后绿色那个应该就是要救的人吧。第一个那个谁啊？一开始那个就是师傅吧，不知道师傅至少还会主动攻击，然后后面的 AI 就没了。哟，
哇，他们还会有远程剑气哦，这么强。然后哎，啊有了，找到人了，不知道怎么救啊，好有了，这样就救了。请大侠护送在下走出这个地方，他叫我护送他。所以这样任务就完成了，而且跑一跑又不跑了。大姐，你不是要逃哦？因为离太远，他就不跑了。那就要扶他这样，还要扶他一下，这样任务就完成了。不过既然都来了，为什么还有所谓的钥匙？既然来了，就先看一下。喂，我想看一下。是不是剩下的应该是刷资源的，对啊，他没有所谓的经验值，所以你有的只是刷宝吧，就是看这你可以从他身上拿到什么东西这样。那可能是资源或者是装备。我真的发现我学错技能了，这设计的太弱了吧，然后放招还要这样一个动作，还要集气这样。太鸟了，而且他不能断招，所以很麻烦。所以不能断招就是不能中断招式，比如说我剑挥出去了之后，我不能中途改变，就是突然马上翻滚，要冷动作演出。所以如果你要是傻傻的一直连按的话，就会被那个就来不及惨招了，有点僵硬了。钥匙都有个钥匙，这是什么意思？哦，这钥匙是干掉这个就可以把门打开，还有宝箱哎。哎，结果从后面来，没有发现这样。嗯，宝箱。哎、欸，哎、欸，他掉什么？好烂哦、喔！不愧是初级的宝箱，他掉了7块钱这样。真烂宝！那我要先……哎、欸，蒸汽不足。那个竟然是用蒸汽的方式哦、喔，觉得好像有点。有点尴尬，然后他最多是两招嘛。喂，对啊，这个真的太……如果要是等一下有别的剑气，我立马重学。接下来可以打王的，打王，这王应该该不会又是那个攻手吧？哎、欸，盾牌兵，真气不足，滚！闹背，闹背就好了。喂、欸，破防，那破防很惨、欸，那破防基本上就等死了，那僵持时间爆长的。然后人救回来之后，还要那个。跑到另外一边，我觉得他那个走路时间有点太，要花在走路时间还蛮长，没有那个，因为没办法骑马了。哦，人救到了，那任务还蛮单纯的。嗯，表示这是你应该做的。我们桃园村有很多人有习武，只是他们都外出贩卖村里的货物了。今后若不嫌弃啊，可以跟我们切磋，悄悄告诉你，赢了村长也可以拿到不错的奖励。所以他是背后捅村长，而且你看村长的马步扎得非常好，把椅子打破，这样可以这样完成特定关键任务，可以开启声望，然后可以增加派遣任务，然后地图还有挑战，因为这个。把他村长的椅子打掉了，他还可以这样坐着，不愧是世外高人。
然后那个完成可以闪的。哎、欸，那这个已经拿过了。他意思就是说，他的挑战切磋应该是在那个界面那边吧，单独约他挑战。倒热喝一桶水桶的水哦，没有洒、欸。我干脆做一个坏人好了，我觉得好人不长命，做坏人好，等一下下次有选择都给他打劫，这样可能比较快一点。危险程度真的有那么强吗？我再切磋一下、喔，总不会又拿一个棍的吧？大家都拿剑，我就不来输给你。哇、哦，他的剑气比我还狠。不是你被戳都没有办法哦？他怎么用滑的？哦，他练到最高境界了，用滑的。不是啊，这一招真的实在吸力太久了吧？但是没有那个，就是被戳到的僵直，所以我就跟他那边互戳，就看谁戳的准一点而已啊。哦，我打他好痒啊！喂，喂，不过如此，奇怪，为什么我打人怎么那么痒啊？所以是攻击力不够了，好啦，之后再挑战。我觉得他没有僵直，导致就是你可以看到，如果两方人在火拼的时候啊，你就看到就是对撞吧，然后大家那边出来乱刀砍死了，这样完全没有那种，就是被打的时候的那种破绽，就是你一刀我一刀，就最后看谁就是血多攻击力高，撑到最后这样。我觉得最后应该会变成这样。如果在大场面火拼的时候，那个闪避就还好。嗯，好，完成。所以就是攻击撑高就对了，就是你一刀我至少砍得比你痛，这样我就可以把它砍死了。那二级。然后我就完成了目标，然后要建设闭关师，然后再修炼跟派遣。声望桃源村已开启，我们现在可以派到那边去。嗯，哦，有资质二的，可惜都是铁墙不行。我有自己的这个立场，我一定要收铁剑。我们只用剑之徒。闭关式建造完成，你可以派弟子去闭关，提升部分属性，修炼武学，就是可以提升内力跟悟性哦。这边就可以增加悟性。然后这时候，比如说像刚刚那个，哎、欸，这个是刚刚新加的那位妹子啊，就可以，哎、欸，哦，因为他没有空格了，他自己自带那个武学是不是？哎、欸，有啊，他。好像没有打坐，为什么不能修炼呢？哦，他说需要身法12、13、10才行，所以导致他身法不够，他只有4+2，所以他来打坐反而比较吃亏，反而是要去这个训练一下身法，然后。哦，那这样其实那个训练场比较重要。然后换这个啊，那他的身法有10了，他就可以学这个秘籍。然后这样就可以学了激活。然后他只能学这个，看你要打坐还是修炼。然后还有闭关子，就是像那个应该是要5回合吧，好像有点久了。有点久，那我那个练武场要多一点。那弟子
轮流修炼嘛。啊，说那个历练，桃花谷是这个吧？哦，他现在定期可以来历练啊，就是每次进去看一下，可能打打那个敌人之类的。完成派遣，派遣应该也是这个吧？所以我要加那个，哦，有悟性的，看一下哦。根骨加血好了，这个，然后选派遣，又只有我而已，其他人都在忙。快，那就出发吧。好，下一个回合。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库房，有一些东西吧。我看一下有没有适合的炼丹房。对啊，没有，这些都是药草，所以现在目前没啥用，那就下一回合吧。等声望提高，木房，那是声望榜科技，所以你声望加的越快，自然就那个可以建设的越多。哦，古丝丝铁剑，哦，妹子，加。我们不管他的那个资质，我们只管他用不用剑。哦，这个也可以，可以慢慢培养，先加再说。然后这个不行了，所以我又多了两个妹子了。然后可以先把他拉进来训练。哇，忘了他们又没有那个住所。这个可以点击耶。哦，收成啊。那收成是它会放在这里，你让滑鼠点一下去点击它，可以盖。那这边就多盖一点好了。弟子房，如果要收人的话，多盖一些。反正它只要基础建材。然后接下来是木房，木房是产出随机的木材啦。然后会根据那个万境来提高产量，然后还会提升该地址的万境。哦，它这个要盖在农田的，就是下面这边的，所以不能放在上面那边。那就盖，我看一下，这方向真的很没用。我盖这样，要立刻派人去采集，还不行。可以稍微看他们在干嘛，最多拉到这边，然后一个在打，做一个在练，在那个木头上踩着，所以你选什么他就做什么事情。还有拍卖会，这边有卖那个阵法，阵法所有成员根骨加二，最需要一个，为什么要摆阵就对了，可以竞标。还可以参加，哦，它有分高级、低级，应该只有低级吧。买个阵法看看好了，然后可以参加，看一下怎么喊。哦，它就门派代表什么？哎呀，所以我不能卖东西哦，还是我刚刚漏了？所以现在是怎样？开始，只有掌门可以参加。女排随便都三零一次，哇，它是40份啊！按右键加速，不要，这个不要。所以它是先从下面开始哦，正常不是都从上面吗？哦，目标那个金石护阵，最简单的，应该还是有点底钱的啦，想死也要喊。哦，我要怎么喊价？哦，举牌哦。哦，这个是我的钱哦，我才四银，他还把别人的身家都直接列出来了，那根本拼不赢吧？这个是长枪的。哦，我要举牌，我再举，是要比是不是？再举。看来他们没有打算拼的啊！有了，我赢了。
这样就拿到了。他跟你讲哪一个门派拍的，所以他不能自己丢啊。好了，获得这个护镇木房已建造完成，被派人去开采这样。然后，哦，这个也是铁剑吗？哦，都。OK， 那我就可以派弟子去采集。哦，他会说有几率获得哪一些，最好是到这个蓝色的。那因为它是初级，然后又跟你一开始选的那个地形有关。如果你有选到那个什么特殊的话，那边可能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吧。嗯，我们这些万境动物可以从后天培养啊，那就交给你啊。这样看起来练武场好像有点少了，还是多盖一点，多盖一些练武场。哎、欸，练武场哦，然后在闭关室吧，多一点。那病房完全不需要了，因为根本没人会受伤。哦，然后还要再盖，我已经没木头了。看来哦，声望资源有任务了，我先派遣一下。嗯，力道怎么？结果我选的好像也没有我想要的、啊，还是选能力，都是力道这个晚境哦、喔。那就看他会拿到什么，有些是桃源村的声望，然后这个看起来比较简单的、欸、这个好了，然后派他去好了。最少要三哦，哦，我懂了，这是额外的，可惜没有，那就算了。OK， 接下来是我去参加，看下这个任务是干嘛？近日来报，桃源村的村民从这个城里卖货的途中被山贼劫到，不知道是否有人愿意相助。这算是支线任务吧。就哦，那我这次可以选阵法，当前无阵法。嗯，阵法不就这一个吗？哦，这个还要学哦。啊，我懂了，那、啊、还要闭关学习。所以，等一下有弟子。哎，二阶，为什么突然变成二阶了？然后精力已经快要没了，难道是要只要稍微休息一下？如果要结婚还需要这个五银，所以我现在不够。嗯，好、哦，先历练吧。好、哦，就决定是我了，出发。嗯，我这次我一定要试看看能不能打赢一个人。就是这些人，人越来越少了。先不要跟棍打吧，就是棍根本是做坏的。所以我要挑那个跟我一样弱的。无门派哦，那就专欺负无门派的啊。切磋。然后一开始蒸汽还不够哎，呜。喂、哦！哦，我知道怎么剑气了啦，剑气是压住，刚刚就有点施展出来。喂、哎，是啊，他的攻击真的是，喂、哎，哇、哦哦、他的攻击真的好痛哦。不如此、哦、我打不赢、欸、就是每个人的基础能力都比我强太多，太强，谁欺负谁没关系啊，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好好险我还不是君子这样、我要小人，小人一年就够了，我一年再找他复仇这样。
说他在山洞发些小门派遇难，什么弟子正邪加五，好友度加十，然后还有一个是扣十，跟你说是天经地义，所以哦，他的选择还会有比较邪恶的选择，就会好感度就会，有些选择会加比较多好感度了。啊，夫，我先看一下我的攻击力到底要怎么去知道能不能打赢。那个详细数值，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值。然后我要找的人就是在这吧。山贼，问你要挑战第几层？还推荐武力值哎。哦，这个是重复刷的啦，然后这个才是我要找的。还可以依照你的武力值来决定你要做什么。又是这，但这次没有那个友军呢。好东西，我觉得就不要浪费时间了，速战速决。哇，先看一下。寻找财物，所以应该算是宝箱类的。喂，我只能说他的操纵手感我没有觉得很满意的，动作很不流畅，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选的兵器的问题，就迫在实在太僵直太久，没有那种身明明。拿短剑走身法应该是速攻流的，但我就像是拿着重剑在攻击一样，非常的笨重。我感觉很像这样。啊，哦这样哦，他那个财物已经刷好，就是从别人身上打到，不多刷，因为这些都是小东西吧。对，先拿能力要紧。接下来任务完成之后，就是一样交付给那个要找的人，然后找的是就是之前救的那一位吧。多期待！乞丐可以施舍但是我穷不给你，不能直接抢劫他，把你的那个东西拿出来，真人。他说你头顶金光跟佛有缘哦，可以换佛珠哎。佛珠是啥？我看一下，500超贵的。但佛珠哦，他这个四件都是换钱财的，这样买的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装备。我刚刚讲说我任务完成了，可以跟他挑战吗？可以跟他挑战挑战村推荐武力值45，然后声望够可以再更强，先挑战看看45。哎，哦呦，就跟我想的一样啊，就是乱枪打鸟，就是我打他没有僵直，所以他们就一窝蜂的冲上来。可是我砍他一刀，我必中三刀，这样是没有战术可言的。就大家就互相的 A 硬 A 就好，我只能打带跑吧，这样。喂，而且我，然后如果你招式施法越久的，在这种硬 A 的状况下，就会比较吃亏。然后如果是那种攻速快的话，就很有优势。我记得我有丹药，刻一下。挑战中禁止使用物品，哇哩嘞！不是说禁止使用物品吗？暗器也算。裁判，你这是
是打手兼裁判的意思吗？哇！我觉得要僵直啊，僵直才能让战斗那个比较有趣一点，不然真的只是那个单纯你就 A 几下的问题了。好啦，看来真的要45嘛，所以武力值可以当做一种参考值。好，接下来回去吧，或是把装备撑高吧。比如说 我拿到一件防御很顶的，那可能我跟他站 A 位，我也会有胜算这样。OK， 所以这个到底可以换多少钱呢、啊？好像只有拿回来，但还没结算，所以应该是在那个过下一个月那个结算会可以知道吧？我猜是这里吧。又可以建造木房，不是已经可以建造了吗？嗯，投注的计算大概只已经算在这里了，已经应该是列进去了。身法到瓶颈，还会到瓶颈呢、啊？哦，框起来的就是它的资质上限，可是要怎么知道它的？哦，训练可以到极限呢、啊？应该是有一个极限值，反正目前知道框是这样看，所以它就不适合再训练了，那就是有一个能力的。那等一下我要怎么帮他取消啊？突然想到了，选自己。那这些人感觉是适合去历练的，因为他已经练到极限，所以透过派遣的方式去提升吧。然后我再把那个，再换人去做对应的事吧。激活，所以该不会一颗星是十，然后两颗星是20吧？看一下，我感觉好像是这样哦、喔。有可能。然后这个，他可以先去历练一下。那这个换他激活，然后换他来训练两颗星，没有适合的人，这个先不要了，然后派人去历练。哦，这边有开始了，悟性武力值最低要多少？还要有。哦，这个派遣中哦，他有那个回合的，这个是要两回合。两回合哦，因为我只派一个人去，所以两个人原本是，如果两个人应该是一回合，然后如果只派半个人，那就用两次的回合去完成它嘛。路程两个月哦，没有，是路程两个月啊。试看看好了，我派两个人去，看会不会下次就完成哦。然后选这个确认派遣。然后就有，对啊，木房已经有了，结果他还要再跳出来一次，下个月到达瓶颈力道，看那个数值影响增大。哎，真的没有差，就是他就是固定要两个月，我派两个人去也没有加快。也可能是补足条件这样，但我练功法好像盖太多了。资源又来了，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它有期限吗？时限两个月，就是哦，它最多两次，然后收成，现在没有木头哎，所以不能盖东西。刚是谁的武力到达极限了？看一下、喔，这边还在练哦。
那力道已经我忘了改，要改身法。那继续训练，然后有一个回来，那闭关修炼。不对，他身法也不够，先练。哦，没有新的战力哦，我这边有个二星的了，刚好可以用这个二星的来测试一下。哦，紫色的，每个月根据门派阶级会有资助的营养，附加指定，不行，坚持，我这就只选剑术。哦，身法，我看他是不是可以练到二十，然后他来当做测试吧。嗯，下一个月，但是我要过一个月，其实也蛮快的。完成，他给我那个木头。所以等一下又可以再建设，然后那个横扫千军还他真的光学个秘籍花了五个月的时间，那还真的花了五个月。有弟子武学修炼完毕了，可以去看他的页面去帮他装备，所以还得帮他装一下。看一下，内功会提供不同的被动效果，装备后会根据内功的阴阳属性改变那个弟子的阴阳值，呈现的五种阴阳状态。然后下面呢、啊，这里刚柔并进，这个就是它会有一针，这个一剪，很早的。所以刚刚是谁啊？应该是他吧？我一开始我就让他，哎，他已经自己装了啦。对啊，他一开始就装了，他有就自己装上去了。OK， 他终于出关了。然后重点是。他出关之后，看一下啊、喔，他有啊、他还有一招要学，然后要再闭关五个月，所以他几乎一年都在闭关，有点好笑，那你就继续闭关吧，我看一下啊、喔，然后我看。我现在有三个妹子，然后这个有一个是二星的吧，我看一下他是身法唯一可以突破二十，然后有一个，然后搜搜搜，但是没有那个度的地方，我要先盖一个木房，然后再多一个采集，再一个厢房，反正我们人多势众嘛。用人海战术淹都淹死他这样。所以我现在缺木头的话，我也可以选择装备耗材，好像是建材吧，可以把这些先取消了，换一个建材。然后悟性哦，哦这个也可以，看以前地址。他没有地方住，先不理他。确认派遣，然后我自己在，但是感觉掌门去比较划算。欸，由我出发。然后这次的任务是日前帮助桃园村讨伐山寨，让他们愤怒不已。这几天总是挑事哦，所以只能再一次讨伐。这次要打木。那个头目，而且还有100点声望。我现在发现了、这个终于我从这边跑来这边，那根本就是一个远的要命的地区吧。出发，第一招真的还蛮影响体感的，就是你的第一个武功学得好就。很顺畅，学的不好就怀疑人生，像我这样就在怀疑人生了，我在怀疑为什么要学这一招这样，但他也这个，因为他剑术也只有一招，感觉学被动技可能还主动提升伤害可能还比较有帮助。路上捡一捡。然后看一下，哎呦，他又要检查，拔出兵刃，少侠饶命哦。最后他赔我不义之财，
欸，上不去耶、欸、所以如果要赚钱就一直拔刀吧，一直拼命拔刀，然后就可以一直拿到钱这样，只是你的正血值越来越低了。三贼，这应该是重复刷，限时挑战匪债三鹰，挑战看看好了，它应该也是一个60秒。喂、欸，喂、欸。我觉得他做回合制可能玩起来会比较爽，我现在真的真心觉得突然觉得他做即时制如果不把它优化的话，不如做回合制还比较有趣一点。真心觉得60秒，那没有时间跟他慢慢闪的，只能跟他硬换的，就是因为就有点单戳来戳去而已啊，没有技巧可言啊。哇，我打啊，啊，来不及了。差一点。啊，来不及耶。那、啊、真的很可悲，这个伤害怎么会低成这样。然后他还在一直偷打我，被说三角梦公主。真的不行欸，短剑攻速还这么慢，真的是用剑的人很悲哀。哇，嗯，直接打那个山寨那个头目嘛，所以就直接冲了。应该说要攻速没攻速，要伤害没伤害。我都看不出来这个特性到底在哪。去吧。一的范围有点太少了。哦，果然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山寨头目是用弓。两刀，哦，哦，轻松搞定。他都给破一哦，破一不够用，那就才防御五。任务完成，看能不能赶快解锁那个、欸、不然就是下次拍卖场吧。哦，一个你一定是名门弟子，不知道少侠要去哪里哦，拔出刀，大乔饶命啊。那璞玉，看一下璞玉应该也是卖钱吧，对吧，我就一直拔刀就好了。最强的一招是什么？拔刀，勒索别人这样，应该是反正先如果要改变现在的状况的选择就是锻兵吧，锻造兵器，然后锻造防具，不然就拍卖场买，存钱买一个比较这个贵重的装备这样，因为装备没有限制那个能力的样子。OK， 这样应该可以让我的门派进入下一个那个等级了。Nice， 有了锻造厂、矿场，可以挖矿，然后收获素材，谈判交涉，谈判交涉是啥？外交吧。一年一度的试验开始举办了，江湖试验。试验不仅可以提升弟子的属性，还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兑换。弟子都在准备好去大展拳脚。
但是过去被电的吧。先搞那个什么铁匠铺盖不了，因为要那什么那个什么尖铁石哦。挖矿的。妖兽。相反多盖一些哦。啊，继续招人。二星啊，有了，又一个妹子了。都招都招。蒸发酒，然后炼物厂有点不太够用。那这个妹子去帮忙看有没有石头好了。这个声望比较多，三贼，武力值最低五，身法条件要死。因为我看那个江湖试炼还有几个月，当日哦，推选择难度，等一下，先这么急，让我看一下，他的身法不够，所以我看有啥，哎呦，刚好可以收成，谈判交涉，这个是任意的门派哦。门派外交吧，要我派人去跟人家谈哦。我要走那个魔道吧，跟他们聊一下。这边有谈判交涉可以进行贸易，然后他们有武学啊，有一些东西跟他们交涉一下。对方的友好度越高，所需要资源就越少，然后可以换。他们的资源好丰盛，没有装备啊，或秘籍。这是图纸哦，武学秘籍不给。可是可以换那个我要的矿物哦。看一下哦，素材。根本就不能比吧，人家就是根本是大门派，我这根本就是根本是旁边的一个小沙而已。根本不够看啊。80比100，意思是说我的东西会稍微略吃亏啊，把一些什么像是什么臭药丸这个送给他，还有破烂完全没有价值。那看还有啥，然后会失明，然后会有外伤，我都把垃圾丢给他，这么难臭。还有看一下还有啥。金钱，这个是通用货币，不行，通用货币是我等一下去拍卖的，所以不换。好了，这个好了，这个补血完比较有价值，不能一次丢太多。快速添加，这是啥？快速添加是他把钱补过来了。就是他用钱像这样吧，免战哦，条件无，这样吧，我跟他换这个道具，确定交易，这样就完成了。完成要建造这个铸造铁匠铺了，开始建设制造系，就还是不够。我不是交易了吗？我刚刚是选到免战了，所以我刚刚那个交易是交易心酸的吗？我刚刚是看错了吗？还是我没换到啊？然后再交易它是提案哦，就是什么？原来还是要等的，好吧。因为派过去跟回来要一个月这样，派我他可以派好多个人，我一个人上就够了，帮我带一个小师妹去。出发。带一个人。
江湖试炼哦，根据难度会出现不一样的敌人，每清理一波就或头目或者江湖令，江湖令可以在之后换对应的东西哦，所以带多一点的比较划算，可以搞围殴。这不是山贼兵吗？哇，山贼兵！斗士吧，这看来没有难度啊。嗯，因为既然是山贼兵，这应该是让我送奖励的吧。有点太easy了，然后出场有点慢，每个都很耍帅，但是快没有用，撑不久。哦，轻松。这里要打几只？豹子，还有两个江湖令，然后哦，他会，他要你选好跟坏啊，比如说，这看起来都是负面效果，有啦。上面是好，下面是坏的。内山谷，浴火符。上面是增加能力，下面是 debuff。然后如果你要重选的话，就要消耗那个什么江湖力，反正还没赚到就要先倒贴这样。除了出怪慢一点之外，这个模式是还，我还可以自动的。我现在发现，看一下，自动攻击吗？我看一下自动攻击会怎么样。我靠，这也太宅了吧！我那自动攻击会稍微停一下，然后打，然后又再稍微停一下再打。我看一下是不是跟他，那这种攻击我感觉有分好几种，就是有点笨笨的。然后像那个队友的自动攻击比较给力一点，回复气血时提升25%。第三关，哎，怎么又可以再选一次了？夜伤增加。我选了两个，直接进度三，应该要 boss 了吧？还是一样，哎呦，要 boss 了，盾牌，哇 ，boss， 刚刚好像一瞬间那个盾牌兵是被打飞起来。呦，先帮他清外面的妹子撑住。哇，剑气，对啊，他会飞起来，有点好笑，被那个剑气打动。豆子，哎，没剑气了，走一级。喂，哇，被那妹子射击，好痛哦。哎，怎么会有？哎，有乱路的，不是吧？对啊，最后来这个妹子打了，结果我是被狙击的，哇！现在是变他以多打少这样，老子跟外面那些野。这个刚刚交手的 NPC 比起来啊，但毕竟是感觉比较像弟子兵吧。哇，我觉得我或许有希望。先喝个药。哇，回复。冻死。
这明显就是地质兵啊。然后那个村庄遇到的是那种，不能说太强，只能说大概是内门弟子之类的。啊，不是啊，他比较像是，对啊，有一定程度的敌人。啊，所以让我突然信心大增了。遇到我这么弱的，我突然信心大增了。原来是因为他稍微比我强那一点点。并不是因为我真的太弱这样。哦，他可以换的。看你要换什么，是这一次就要换完哦。但好像有点。换秘籍好了，秘籍，我都不太想换嘞，没有，粮食，只要用一个令牌令就可以换一百次，那等于就是一辈子我就不用种植了，我用。全部的令牌去换那个粮食，我有掺3000份，我吃5年应该都不会倒吧？我就换这个好了。我还可以让我的人不用做事，还可以让他专心练等，我觉得这个很划算哎。他这个设错了吧？这怎么看都不对啊！粮食好了，因为他粮食6个月才产一次，然后我拿才40几个，那这样子我不把那5个月的人才都留下去练等还比较划算，培养弟子还比较实在。交易成功啊，原来他交易也要1个月，那种3000多个粮食，有点好笑。这是什么年榜哦？少林寺第一，我应该连个哦，我根本没有啊，我看一下哦。应该是没有我吧？武学评分，恶名昭彰。我看一下有啥，装备评分都没有，没关系，迟早会上去的。资质哦，他们都3星，还有4星的。OK，没问题。哦，矿场建造完毕，可以安排弟子去那个进行。这游戏好像不用存档，它以一回合自动存档的方式。对，对啊，你看我现在拿一次才100多，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省很久，因为它6个月才收获一次，所以不如不要浪费人力去做。可以先去开采兵器，还可以挖矿了。这个是吃那个力道。随便拍一个人去好了，拍那个1星的好了。哦，这个还是要继续挖吗？木头影响建设。OK。然后这个我看一下哦，这个也到极限了。所以。好，有没有可以招收的？哦，这是刀，我不要刀，这还是刀。先盖那个锻造的铁匠铺。哦，这个要4个哎，我先有留位置。这样看来还要再留格子了吧？桃源村又来了，这是重复任务吧？那怎么一直来？然后我还有人吗？看一下哦，根骨，哦，根骨可以拿到这个藏经阁来研究，那就这个吧。哦，派2个。欸啊，这个可以升级吧？我想起来了，先进那个建造模式。
欸、不对，他能改造的只有他这些东西而已，这些不能动。哦，那我要再去一次了。门派，出发，一样的任务吧，刷一下。我觉得出现在这个村庄里的都一定有一定的强度，所以我打输他是很正常。捏一刀，跟他切磋一下、喔、跟刀打看看。这是刀还是扇子啊？欸，他好像拿扇子欸，虽然他叫捏一刀。喂、欸，对，他拿扇子。哦，他血好少哦。我终于找到一个比我超弱的了，可以处决了吗？这是什么？急杀长按，呼啊，杀了他，呼啊，哇，他喷装了，nice， 对折增加哦，被攻打时同盟的这个资源会比较少。可以开始洗妆了吗？像他、哦、他防御动不动就30欸，这个拿去给我的这个弟子穿都赚。我看还有没有别的。他是青城派仇英杰哦，危险度20。哦、不挑他。夜魂种，但是他也是有点危险。哦，他也很强哎、欸。哦，这边有他的数值可以看呢、啊。我、哦、他蓝色装备，然后未知的能力，所以我不能去知道他。这个。哇，不行，这些都是很强的人，没关系，等我更强再来。柳胜，看一下未知一星，然后打看看好了，切磋，啊，实战练习，落实吧，枪，按，喂，我挡。两刀就死了。哎、欸，为什么不能击杀了？啊，不是每个都可以击杀的、欸，怎么可能？竟然无法击杀，所以那是要看那个天时地利人和哦。哇，算了。海威镖局被人家洗劫空，你知道，又是一样的选择。我要更邪恶，邪恶之流，分明最近出了很多这个狼群哦。你告诉他狼群被你清理干净，他们可以高枕无忧了。哎、欸，你发现他腰部有什么？有沾有油污。是什么有毒的干粮哦？下了毒哦！我之前给那个狼群吃的，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任务道具啊。对啊，没有不是能用的。我要找有没有可以挑战，欸、可以偷袭的。这个我再打一次吧，这一次我有信心，数值稍微点高一点，应该可以。那个诀窍就是快很准。我的普攻没有增强，但是身法提高了我的招式的伤害。硬戳，那战斗没有什么窍门啊，就单纯一直戳就好了。完成。
好像是一个设计，那个什么炼丹的图纸吧。哦，对啊，石灰粉算是暗器吧。又是击败那个头目嘛，头目的话要走这里，宝箱，宝石，宝箱没什么重点，对啊，那个价值大概是十桶吧。东西掉落没有办法马上吸收这件事，觉得有点需要再改吧。那每次都要稍微等一下。肉食，我看一下那个什么，刚刚那个刷的那个装备的那个衣服啊，它的价值是250铜，所以一个闪值480，所以我如果杀一个。有绿装的人获利是600铜，先开始计算价值了，然后就可以去换更强的装备或是东西了。哇，轻松！装备档位有点少，是最可惜的，那两个装备这样。所以如果你今天杀人越货啊，他永远都只会掉那个武器跟防具，没有那种有时候刷到什么好东西的喜感，因为这只有两件了。哦，又有人来了，南宫静，哇，四颗星欸，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输了，原来还有差别的，他是紫装，然后他说危险度那个什么危险度是 9%， 这根本就是骗人的。你看那个武器跟他的那个强度，你跟我讲说他只有 9%， 我死都不相信。我反而是要自己看他的那个装备的强度。哦，兵器。有的，危险度应该是评估他会不会，比如说处决你吧，在猜那个意思应该是这样。哦，我连升两级耶，可是还是没有新的东西。数日前在小河游玩不慎落入水中，如今暴病在床，受到耳石，有两个人受伤，所以，门派获得图纸和配方，可以去库房查看并学习。弟子受伤了，可以去这边吧。有人伤病了，可以对他们喂药。这个治疗5点伤病哦，他是这样子哦，一次人喂一次。这是加速啊，然后接下来是等时间慢慢治好他，他躺在这里。欸，对，他们躺在那边休息。对啦，你看两颗星的，他的身法超过10还没有到上限，所以像这个也只到那个。看一下，会不会这是跟武力值有关啊？反正目前看起来一颗星的数值真的太多了，那这样就到瓶颈了。所以4颗星的话，身法能力可以到40吧，我猜。太浅中哦，那这个就不用了。锻造还要一个月，啊，没有任务的话，快速过去啊。后面都是要两个月的时间哦，两个月。增加悟性好了，
派遣地址。哦 ，OK。然后我要去那个什么外交，我想看一下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的。去武当派好了，看交涉他们有没有武学啊，或是装备。所以兵器是没办法透过交易的哦，不能买。那我真的只能杀人越货了，不是我在说。原来是真的没有。对啊，不然就拍卖自己做嘛。可是如果想要变强，我一定要越级挑战啊，不然。或是应该做一些比较棘手的方法，极端的做法才有办法拿到。野将铺建造完毕了，可以打造兵器、暗器、护甲哦，终于可以了吗？然后上面说江湖快报，那是门派之间的情况，两年一届的正魔盟主选举哦，义聚堂担任这个正道盟主，地火堂担任魔道赞扬。还可以发扬你，可以发表你的想法。平时就可以发表了啦，不演，因为你没有点，所以就不演。锻造铺可以打造兵器、暗器、护甲，但是要有图纸哦。对我可以增加成功几率，我有铁。铁剑可以锻造，然后可以透过强化，所以是为别的道具啊。当前强化，没有哦，下面是强化，上面是打造。所以假设我随便拿一个铁剑，然后强化是把别的东西喂过来哦，它是用武器吃武器的方式啊，这样就强化变成一了。那如果把身上，我身上这把是短剑，连三招弱点提升一，都其实超烂的。算了，那直接拿那把强化。谁的武器竟然这么强？外功造成的伤害点，我把它拔下来。那把是我的，我丢掉的。先把它拔过来用，然后就是你啊。可以换一个比较弱的 ，OK， 然后把这个强化上去。哇，那这样强化超吃那个武器的，光强化一级，然后为了这个兵器的钱就，如果以种子来讲，大概是两银吧。强化，然后强化伤害提升，然后再增哦。它这个不是单纯提升，还会增加那个附魔的，再附加一个词汇啊，点穴伤害也有提高，这样可以啊。那这样又增加我去杀人越货的动力了，因为我才有强化的动力，我有大胆的想法了。然后它还会有那个星级，那我把我这一把也锻炼下去啊，这个。我有先在强化，就你了，绝世宝剑，然后再强化，快速添加5，还差一把，然后再强化100%吧，造成伤害增加5%，伤害又再提高，变成6，可以哦。所以我可以自己再锻造咯，那这边可以直接打造这个5把，然后碎掉就变成铁片，那至少还要再一把成功。有了，这样任务就解完了，所以我又可以再把紫色哦，还有这个有增加属性的，所以我又可以把刚刚那一把 我的这一把再强化下一个阶段哦，造成冰冻，
然后接下来他要提升声望，然后慢慢等。三星武器，哇！我就不信我还会再打输。然后这个给他们装一下，换我刚刚去掠夺的。好，出发。嗯，看一下哦，这边还在训练吗？这个。带他们去解这个，尽量找声望高一点的，好，去吧。欸，那我的角色是不是也被？欸，等一下喔，我的角色，对，我的角色也在派遣中。欸，那只能等下一次了，暂时现在没办法。那随便都派好了，每个都去派过去。OK， 好，下个回合还差一点，水平诀修炼完成，他终于出关了。哦。被公布栏是可以互动的，可以查看最近发生的类型，什么代办事件，这不是早点跟我讲的吗？武当派造访麒麟堂，讨论武学。赞扬，那赞扬到底有啥用啊？赞扬，好像不严，这个好像都没。重点是做了这件事之后的意义在哪？未知这样。哦，那我现在就要收二星的人加入了。身法已练满，继续练吧，身法。OK， 那已经出关了，所以他也可以选择打坐了。一个月增加一点悟性，太慢了。先，目前看起来派遣是最划算的。双赢，可以增加能力，又增加声望，又可以赚钱，然后再赚一些其他的东西。哦，就决定是你啊！我要去杀人越货了，拿着我的加三武器。我就不信还会输。先从弱的下手，先找那种绿色装备，然后打一打。看一下，那个蓝色装备三星不可能。这个是也是三星。那这个嘞，哦，他这个二星哎，这个倒是可以打看看。看我没有变强，他是拿刀的。哇，差太多了啊！我强化到三星也才200，他砍我一刀就400了。哦呦，哎呦，不一定会输哦，是我的剑气，他用滑的。哇，跟你硬戳我也不一定会输啊。我胆，再吃我的剑气。哎，他这样给我吃补的，我要补。哦呦。哇！哦，他砍的比我还狠呢！哎呦！哎呦！再补一下！我闪！中！再吃我的剑气！哇！喂，我闪！有了！够十吧？哎，他愿意出这些求饶，哎，四赢哎，还要献出，还可以坐地起价吗？不行，急杀！哇，是啊，那这样，所以他的钱不就变成哎、欸？为什么没有装备、欸？人家喷东西死掉的时候喷东西还是随机的，他只喷了一个。
一个例，他的那个乌粒子是肾结石吧？哦，所以那个，那这刚刚那个四银拿起来比较划算，这样太亏了。又是他，他又在这边聊天。湖北帮当然啊，为了变强，用正常手段实在赚太慢了。外面慢慢赚，根本就不能养家糊口的那种，根本没办法，所以一定要靠这种方式了。这个还可以挑战、欸。我原本想看一下蓝装的伤害到底是多少的，结果还是来不及看。那没有掉，所以我没办法确定。哦，啊，那他们都只要打得多一下，那个就被打爆了。喂、欸。喂，寿司，应该想跑，定 A 流，哇，再来啊，空大，哦，这种东西。哦，那这个太夸张了吧！又是一个转转转的，现在是哪一招会转的，根本就无敌啦！没，然后会这样多段下的，给他们转就好了。好、啊、了，挑战成功。因为这个还是一样的弱，我还是速战速决哦、喔。对，不是走这，要走这里。是我的错觉吗？我感觉好像有变强，就是他们想要稍微变多。对，我攻击照理说应该是提升了，可是打起来的感觉好像有没有比较快。嗯，哦，不理他。寿司吐啊！哦，他的头目会换来换去的啦。我攻守也有那个近战的，轻松。钱也有变多，所以应该是实力有稍微提升一点点。嗯，等一下路上看有没有可以挑战的，再多打几下。嗯，有没有呢？我看一下、哦。有了，有一个。哦，三星绿装啊，绿装应该伊利啦。属性三星，哦，果然装备可以用装备推测它的难度，所以只要拿绿色都爆弱。到十吧，他没有钱，太穷了。哎、欸，这也太穷了！哎呦，残害压迫，被攻打的几率小幅提升，并且被盟友援助了。要灭团了吗？我看一下啊、喔，这个人哦、喔，他有那个绿色的蓝色跟紫色护甲，再切磋一下、喔、啊，不是啊，蓝色的武器，紫色的那个护甲，没错。哦，诶、欸，我好像打的，他除了会滚一滚之外，喂、
他会回血，这是什么内功啊？这么强？哦，1200，这是啥鬼啊？长兵武器太吃香了，这游戏长兵武器，攻速连段还有那个距离，目前看起来这个比较强。嗯，紫色的这个也是拿棍的，六星不打，怎么那么猛啊？这个我在打，哦，他这个危险的。欸，好像是因为我杀太多人了吧，所以危险度激增。先闪人，不宜挑战。他那个生那个什么那个刚那个那个坏蛋子啊，让那个的危险度已经 up。有商铺了、欸、，nice， 建设商铺。他还特别说谁被我杀害、欸？哎，有点好笑。还有什么通气令哦，梁上小人，初级剿匪，然后要建造。建造商铺，可是我没有那个石头，哇塞！那要去交易一下了，去交易好了。嗯，哦，有拿兵器的妹子，可以啊。嗯，所以先寻找外交吧，然后找，好像这个正道盟盟主又改变，随便找一个交。谈判，我要，欸，我刚是要缺什么？看一下，缺一个蛮基础的东西，哦，也是石头啊，外交，嗯，随便一个，反正都固定这个比例吧。欸，这个更低欸，等一下，难道是因为好感度的问题？69。刚那个80还算多的、欸，哦，这个有啊，82，我应该算是素材吧，然后找低等的，嗯，这个大概20个吧，更加交易，我觉得更加交易比自己采集来的快多，现在把这种垃圾啊。就是丢给他们就好了。哎，还有刚刚这个什么清除负面效果，这一颗也不错。嗯，还有啥呢？消火伤哦，这个没啥用，我还是拿一个补血丸。2颗，好，可以。然后他下一回会拿到吗？等下一回合，嗯，继续派遣。这个是长金阁，感觉长金阁应该是最早要出来的。哦，出发，就派他们去吧。然后这个悟性哦。初期要冲声望，所以要尽量找人去解任务，我感觉是这样。然后分批解，解越多越快。就是远征的时间了。为了看一下哦，单哦，他会固定补到5颗哎。如果是这样的话，多带一点好了。先这样，都给我带去了。最多9颗，哦，嗯，出发，
我现在那个弹药也不够补我，所以要等一下想办法赚钱买更补更多的。四星，五星，这边根本都做高手吧，真的。哎呦，有一个二星的，切磋一下。哇，那强弱真的看不出来，二星结果硬的跟鬼一样，那强弱也跟摸奖一样。哎，三，多一招，啊，他破防了，到十吧。再见了，哦，他拿钱了，然后放过，哎，放过就他就不会加那个邪恶值，因为我根本没杀他。哇，这样勒索的速度好快哦，这根本是王道的玩法，那钱难赚成这样子，直接当土匪好了，直接勒索别人最快。这家伙还在。哦，他看武力值啊，他138，我这个真的不行，我要状态超多的。138，等着，我很快就可以追上去的。这个哎，这个是未知，因为没有跟他挑过，所以不知道。那就切磋一下。喂，啊，这个超弱的，老实吧？啊，哦，他喷啥？他喷铁剑。他明明拿棍，然后喷铁剑，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所以他喷的东西还不一定是他身上装的，这样，所以有点像是打宝吧，就是他可能会喷他预设的东西，然后你怎么打就怎么掉，这样。啊，出我的刃，假天师做印堂发黑，拔刀兵刃。都要去跟我现在目前想到的这个，想到可以变强的方法，还有一个去跟人家交易那个兵谱吧，如果真的有的话，不然就等拍卖吧。断魂斩呢，这是大刀的，然后自己制作，看有没有可能。我靠，好夸张的，哎，哇，痛痛痛痛痛，喂，就是被围殴就完，喂，应该来得及打死吧？哎，好像不一定哦。对啊，他只有短剑啊，没有长剑啊，所以我就说短剑不快，又他写短剑，然后攻速不快，这样子超大，然后伤害又不高，所以我都不知道这个是心酸的吗？哎呦，来不及了，就是哇，被砍死了。哎，我刚刚不是有那个补那个弹药吗？这边写九颗，结果我实际上战斗还是两颗。
反正我觉得他这游戏的剑很垃圾吧。然后强的选长兵器吧，长兵器很好用，两距离很长，慢慢戳都戳赢，戳赢这样。因为没有那个武器的特性，目前只有长兵器比较有优势，然后刀也可以吧，那武学动不动就转转转。招式还要这样等，真的是太蠢。所以我想要方便开局啊。喂，我还是可以赢啊，用最简单的方法提升自己的伤害，一剑就超强就可以了。那一剑戳下去就是必死无疑，这样就可以解决一切。哦，又有一个路人啊，这不是我之前打过那一位吗？他们真的闲得没事做哎，都不会换一点新鲜的人哦，都一直来这个村庄干嘛？哎，那下面还有星星哎，我记得这个是村长吧？啊，对，还有村长的任务。村长，这是声望嘛？那时候我打输，现在应该可以了。喂，喂，电器。哇，被围殴死了。啊，动不了了，我就被卡在这边，然后一直被打。不行啊，这游戏真的是火车头游戏，一群人乱打都可以打死，然后伤害不够，所以我觉得做回合制比较好。如果真的是最后变成这样的话，因为回合制比较公平，你一刀我一刀。这个就根本就是，如果是同阶的话，我会被火车头撞死。如果我比他强，是我秒他；然后比他弱，是我被秒。好，接下来，好，往上走。人先回去啦，继续农点树，好的身法点到极致吧。哎呦，这个很弱。归元门，受死吧。哎，然后像那个大锤吧，这个笨重又慢，这个大概是最弱的，又比我更弱了。这从他的攻击就可以看出来了，超可怜的，这游戏只要慢的都超弱了。哇，他啥都没掉，好穷哦。被攻打的几率提高了。我已经快要被通气了。怎么只剩两点了？身法一道瓶颈啊，三星啊，因为我是三星角色，所以三十就到极限了。只是现在不知道自己的角色要怎么突破上限。我已经撑到极限了，看一下，哦，炼丹坊完成了，我已经跟他结成仇害了，放他走，他就跟我结仇，然后商铺应该可以开始建设，商铺一格，我就盖这了，炼丹坊，那要四格。
药源哦，药源。哦，就这样吧。那这样等于就是星级代表能力值的上限啊。那我现在要怎么变得更强？那到底要怎么提升星星啊？我看一下他的那个他的这个介绍有没有说到。星级的提升，因为目前卡住了。如果星级上不去的话，就极限就在这了。阵法要先有阵法堂才行，所以阵法堂没有就不行。战后清算可以偷到别人的武学，都要怎么去啊？可以去偷哎、欸。拜访哦，可以拜访他们呢、欸。唐金阁偷学武学后，可以在门派修炼。等下去争夺神兵，没了。他没有说星级要怎么提升。我已经到极限了吗？好，跟我想一下、喔，这样的话。那我还是要有那个装备图纸，我看看，有哎，研发三流武学这个，这个看来要解一下，去吧，又有声望，然后又是这个，我能力值已经到上限了，看不出，好、哦，回收。哦，他悟性已经悟性到极限了。对啊，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变强，到极限了。身法已满。哦，再去吧。感觉天天都要拍卖场这样，我才可以一直找到我自己想要的。哇塞，危险程度一，然后他拿的是刀，我看他们越级打那个跟我一样都是刀的、喔，三星挑战一下，试试。喂，这样丢暗器。不啊！哇，好痛哦！锵锵锵！其实我已经按滚了，但那个动作僵持真的太久了，不能断招。好吧，打不赢。继续练。百姓哦，不知道跟那个什么武学有没有关系？会不会是因为武学还不够，学不到更高级的？没有高级武学，所以无法突破自己的极限那样。速刷，这不是重点。喂，斗石，立马冲进去。速啊！又是弓箭手。斗石，轻松。
单点能力。那接下来就是把血再点高一点。游戏蛮单调的，对啊。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要干嘛，一直在重复刷，然后再等他这个，因为毕竟他还是门派发展，所以这个战斗可能只是遗辅，并不是遗主这样。然后门派建设才是主要的。所以我尽量在找乐趣啦。我一开始就在寻找那个乐趣了，就是找人单挑，然后看能不能就是赚得快一点嘛。因为如果按照他现在的节奏啊，我大概会穷死吧，没有什么内容可以玩这样，就是道具也赚得慢，所以只能越级挑战别人，然后拿奖励。那是商城，啊，商店啊，看一下是干嘛的。声望，哦，商甲同盟邀请入盟，然后要购买这个货物。那是商铺已经建造完成，可以去购买或贩卖物品。商铺有不同，每个月都不同。商甲同盟。同盟门派之间的交易价值会变最高，可以选择用我派稀缺的资源的门派结盟，互利互惠。哦，他会卖哦，他有那个最基本的东西了，你可以直接买，也可以选择卖出。这个像他一开始送我这个珍珠饰影，然后他让我去购买，那一大堆破衣是怎样？所以我应该先选择把它升级上，就是这样，优质的建材，我应该先去想办法搞到这两个优质的建材，那个去跟别人门派交易吧。商甲同盟，看要不要来一个邀请入盟？没有，为什么不能？满足没有条件。应该是好感度不够吧。Yes. 啊、我直接 先买好了。先去换那个我要的材料。应该是素材，我先把它升级上去，然后我就自己 洗素材吧。优质的建材买八个吧。另外一个是啥、啊我只记得优质的，那先把这个卖掉了。啊，好像还是啊，我想起来了，一个铁矿，这个，哎、欸，不是这个，不是，好像是，哎、欸，它是不是没有那个石头啊？啊，有了，这个铁八个嘛，然后把。那个什么，这个竹段也拿去卖。还有看看这些，然后我刚刚有去掠夺人家的钱嘛，所以我就可以直接用钱换，直接快速添加。哇，他把我给我的钱都不够、哦，没想到这么贵哦。银两全丢下去都还不够，妖兽不然。欸、真的不够哎、欸，然后再添加钱，然后换了换了，品加蛋肠我也要把它换过来升级，然后哦炼丹房还有一段时间，嗯，结果我自己挖到了，要气死，嗯，挖这个是吃内力哦，哦。嗯，血海深仇，紧急，复仇之战呢、欸？我那个时候我放他走，他现在来杀我、欸，哎，
拍卖会有紧急任务要先处理，所以我就不能先处理那个、喔、啊，我的嘞，好家伙，我等一下再，我看一下、喔，这个先取消。所以如果有蟹海深仇要先去赴约，不能放鸽子哦、喔，无法放鸽子。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我先拿这种奖励的能拿着啦，这样派就派一个人去吧，力道最少要十点不够，所以我拿最基本的，然后根骨好像不够了，算了，那我派他去，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嗯，哦，他去修炼别的、哦，增加力道啊、哦，悟性哦，悟性也没用，不能加根骨。好、哦，血海深仇，要打就来。这不是修仙吧？复仇战的性质为死斗，双方生死都不会受门派的影响。哦，好痛哦！这血海深仇哦，他找别人来复仇啦！哇，遇到强者了。哎，按错。哦，哎。我靠、啊！哦，他哦，这东西还有回力镖，他丢在这边挡下来，那瀑布也太影响视线了，把他挡下就没得了。豆子，乘胜追击，喂，喝大麦罩，哇，他这样马上就给丢，哎，我挡，怎么霸体？我靠，他霸体怎么都打不了啊？他那个黄色的那一条，我都白戳了。完了，我等一下要去了。一直跑，一直跑。我挡。哎、欸，他是瞬发，这个真的太无解了。一下七百。堵了，重伤，不知道打了多少滴血了，才打了一点点。然后丹药应该那个药应该是中 bug， 我不知道怎么带都只剩两颗、欸，哎，呀，所以我的角色就死了，啊？莫名其妙。这都没有独挡的选择，然后就直接给我嗝屁了、哦。好啦，那我就看他后面可以玩啥好了。把、啊、他独挡之后能找的也没有很多。我先用快速的方式就是进展。然后看一下后面到底他有没有未来可言，就是因为我感觉我兵器什么都没办法变强，就是东缺一点西缺一点，然后战斗我一直觉得数值上去也打不赢别人这样，所以我先用快速过天来看有没有那个未来可言吧。接下来这个我就反正。所以我现在就变成要操控别的弟子去历练了，但是我就不解了。
直接下一个月吧。我解这个，也改成门派经营模式这样。快速过天。哦，定升为二阶。哦，哦，我懂了。这个经验值啊，哦，他啊，能力提升的方式或许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这个经验条，它是历练值吧，就是去做什么事情这样。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买一下，这样能完成。炼丹房，炼制丹药，最基本的，炼失败变成那个臭丹，弟子的晋升，哎，好，然后继续派遣。然后下个回合吧，快速过天，有了，然后又到瓶颈了，配置道具，配置公务堂哦，看一下、哦、公务堂，我可以建设吗？公务堂目前还不能建设了。还有配置道具壁纸，现在掌门是哦，现在掌门是他，哎、欸，不对，是哪一个才是掌门啊？我可以用这个妹子继承我的遗志吧，然后武器我死掉之后，哦、我也喷了，我可以利用这个妹子来再拼一回合。所以我先重点培养他，让他去那个锻炼或是历练。嗯，派遣弟子就哎这样吧，配置道具，所以我先给他物品。好，完成采集资源，清理这个一定要清理的哦。前往山寨击败，然后任意的江湖试炼，所以要再等。哦，采集资源有了。哦，会玩了。哎，这个可以升级了，刚好可以改造一下。升级啊，这个版本内现在没办法建造了，所以等于就是升级，目前也没有用。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两个都是野外采集，然后这个又刚好是，我等下一回合好了，如果还有的话 ，OK， 升级。目前就是历练啦，历练可以提升星级，所以然后如果是我派那个角色去打野外的话，他应该是不能增加，他应该是这样吧。马贼踢门哦，守卫战呢，要灭门了吗？出发。那我是控谁啊？被人家强行进攻了。我跟他说来我们门派干嘛，他说搞不清楚要孝敬谁，要他还收保护费哦。跟他讲说要你有来无回，是防守方攻击方哦，他是就是有来踢馆，不过这不是门派，而只是一般的山匪，所以你就看到那个马贼被围殴致死，这就是乱枪打鸟这样的感觉，一顿人只要捅一刀他就被围殴到死，所以这个就是比谁人多还有那个伤害大这样。
坐坐坐坐坐。他因为我控他吧，因为我选第一只，所以可以帮他点高。哦、好弱、哦，真的不行、欸。啊，防守战成功了，所以就是还会有人来上广。OK， 我的主要的那一只哦，哎呦，江湖试炼了。这个已经达成了小试牛刀，我们可以派多一点去看一下哦。嗯，能不能改名啊？对，我叫我要用左贤哦，左贤是现在我武力值最高的，所以我看能不能派他去哦。左贤哟，出发、欸！要出发之前，等等。先再派一个人去那个，他有些条件是你可以强制把锻炼的人叫去的、啊，不是带四个人。这血咒1600哎。就被打几下就死了，然后第二个要打四回合，走十吧，我的血超少，不过我们可以靠围殴，一人一剑气，哇！唯一比较他的优势就这个剑气吧，可以弹比较远一点。喂、欸，我闪。哎、欸，啊，对的、啊，看一下啊、喔，控制。哦，他找那个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看看有没有那个。对，他没有找，因为他是看人物面相的工。哎、欸，我点到啥？他是看那个人物面相的攻击啊，所以我比较想要的是追随华主的方向攻击，因为这样打起来比较有那个自由感。所以每次都有看我那边乱戳，因为方向来不及调回来。那边不知道在打蚊子一样，不知道在打哪。宙斯，去吧！我们有四个同伴，虽然我们很弱，但是分摊一下应该有机会。我们一人一刀，应该可以吧？哎呦，怎么突然有回血的效果啊？这个、哦、场景的这个有一个灯啊，那个打了之后可以回复那个，也可以范围补血。哦，大刀头目，喂，到时。江湖令十个，然后智商提高这个吧，这个剑，这个剑可以回血，回复，但是要站在附近才有效果，那个、没站在附近我没吃到。喂，阿咪猫。啥都看不到，
哇，这样子我的那第一只角色血有4000吧，然后这一只那时候我那个的根骨也才10点多，但是因为出生的星级比较高，所以他的血量就比一星的多了3倍以上。哇，还有爆炸剑，还傻傻的站在那。那火伤已经烧在身上了。喂，哎，歪了。哎呦，破防，喂哦。造成的外伤，哎呦，先提高基础能力。外伤增加，最后一回合，暴食。这只角色的能力不高，但他使用那个招式的伤害跟我那时候放的一样，那身法也才十几点吧，还有十几点。应该十几点吧，可是他的外攻伤害跟我一样。哦，那他应该是玩下一代的，就培养下一代，结婚之后生下的孩子会继承那个一定的能力，或是星级下一次会更高这样。哎呦，威胁！哦，哇，围殴了！不能动。他死了，破防真的太久了。第四最后破真的实在太多，真的打不快。不过还是有吃到一点那个，然后身法20嘛，对啊，我加根骨好了。然后我这次有29个，但是。看来是要选那个秘籍了，选那个回复气血需要悟性，对吧？然后增加蓄力攻击，这都没有啥用。我觉得选好像都没有啥好选的，上面跟下面真的是很烂，随便买好了。一点都不实用啊！有时候想要换弹药没有，随便换。像我那个拍卖场刚刚就错过了，可惜了。哦，已经玩完了。好啦。对啊，他这边大概只其实门派建设而已啦，战斗的部分可能还好。然后我大概就体验到这吧。我觉得如果明讲的话，我觉得他战斗不行啊，战斗的问题太严重，那个操作上的不流畅。我觉得有些虽然他华丽没有很，有些游戏不华丽，或者是但它有一个操作的手感是很明确，比如说就是打一下可以马上断招，比如说翻滚可以立刻触发，那个灵活就很活。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攻击吧，没有要加那个滑鼠在哪点哪里，会比较直觉性的攻击那个方向。然后战斗的话，因为我觉得如果它那个一板一眼的话，还不如做回合游戏比较有趣一点。因为打起来真的有点闷啊，就是比如说他4只我一只我就被那个火车头撞死这样，那个真的很闷。如果伤害大家都差不多的话，然后兵器吧，我觉得他虽然做武侠游戏，但是对武侠的兵器的分类很烂，就是。我觉得有一好就有一坏，我应该这样讲。比如说长棍好了，
种是远距离的，那他挥的动作僵直应该要大或者是慢，可是他跟刚刚短剑比起来就是速度大家都一样，然后他的比如说他的刀势是连段好了，他应该要有一个就是后劲的僵持，那种就是差异性要出来，就他有把那个长兵器的优势做出来，可是反而变成短兵器的问题，他没有优势了，因为短兵器的优势完全不在啊，速度不快又不高这样。对啊，那个木棍的连击超爽的，然后结果那个短剑又没有连戳，然后也没有一个剑，其实他姿势很帅，100分，就是他把剑的姿势做出来，那个帅气度做出来了，问题是没卵用啊，那个你帅有屁用啊，真的是我要帅跟实用兼具啊，他给我一个帅干嘛，真的是。所以我觉得他设计那个武学的一些想法没有做到，好像就只是一个概念，只是说我想要这样做，好做出来，可是没有玩得很爽这样。然后建设那一块是还行，可是有一个比较尴尬的是我好像看不出成长的那个可能，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讲哎，他没有小确幸吧，比如说因为我比如说我是一个师傅好了，然后我没有一个机缘去一开始就比如说拿到一个高阶的兵器或是武学，然后我会觉得只有慢慢的成长上去，可是那个成长太久了，少了他是慢慢培养上去的，可是我觉得找了一种机缘的那种爽感，就是比如突然找到一个洞穴好了，然后突然拿到一本绝世秘籍，这一本就被我们供奉成是我们的门派正三秘籍这样，虽然他可能学不了，但是至少我爽这样，类似或者是拿到一个超强的武器装备等等的，或是那些吧，少了那种从这个 demo 看不出来他的那个那种机遇吧，只能这样了。这一款就玩到这吧。我如果评分的话，我大概只能给到5分到6分吧，满分10分的话，目前我还找不到它可以期待的太过度，就是很期待的那种设计，只能说还行这样，但还没到很高分。好了，调整一下。